愿你我这一生不羁风中爱自由。Hello， 我是 Vicky， 大家好，我们要祝黄家驹先生61岁名单生日快乐，同时我们要祝宝剑乐团6月10号的表演顺利成功。Yes。Hello， 今天6月10号是家驹的生日，祝家驹生日快乐，祝你愉快。三，大家好，我们是神棍乐团。虽然家驹已经离开我们很久了，但是他追求梦想、追求自由的音乐精神依然深刻影响华语音乐圈的所有音乐人。我们要祝家驹生日快乐。我是野俊，今年 Beyond 40年了，黄家驹也离开我们30年了。黄家驹对于 Beyond 以及摇滚乐具有非常独特的重要性，那也诚心的祝福在天上的黄家驹生日快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的 Max。 咁首先我要多谢台湾的宝剑乐队邀请我参加这个咁有意义的活动，即是 Cup Beyond 和家驹的一段说话。咁我最想和家驹讲的是多谢你留下咁多咁有价值的作品给我们，同埋你嘅創作精神真係影響咗我哋好多人，尤其是係我哋呢啲搞音樂嘅啦，周不時都遇到唔少嘅困難同埋挫折嘅。咁聽翻你嘅歌真係幫到我哋唔少嘅，多謝你。那我也預祝寶劍樂隊在6月10號的演出成功順利，加油！